哎呀，最后一处了，赶紧干完收工了。哎呀，下了好几天的大暴雨，大早上还怪冷的。那一边是这。来人，来！来人啊！死人！有命啊！报警啊！留了门等我们来，却又不肯见我们，畏罪潜逃吗？本来我只是推测，但从现在的情况看，他身上的事情绝对不简单。先在屋子里找找吧，也许会有线索。赵飞答应了交出许平的快递，要是东西没留下自己跑了，那就有些不讲道理了。和客厅相比，卧室那边遗留的痕迹要多了很多，也凌乱了很多。看起来赵飞走得很匆忙。怎么了？是哪幅？
这幅画有问题。这屋子里有刮刀一类的东西吗？这幅画上，树林这一片的颜料相比其他地方没有发黄的痕迹，应该是最近新涂上去的。你刚刚不是说之前挂在这里的不是这幅画，而是一张照片吗？说不定这就是赵飞给我们留下的线索。我让温晨调查一下赵飞的行踪，看看有没有和这串字符有联系的地方。这间屋子里还有你想调查的东西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还是尽早离开吧。虽然不知道赵飞是因为什么逃跑了，但我总觉得这里不能久待。东西的线索已经被他们找到了，明白。数据分析工作暂时还没有结束，先喝杯茶放松一下吧。不用担心，只是一张储存卡，有他们俩合作，不会破解不了的。稍安勿躁，应该快好了。有了，啊，这个那倒不是，只是这份内存卡里的数据只有一半。
目前在这张内存卡中能够读取到的内容，一份是海奥森原料仓库出入库记录的电子版，另一份则是赵飞的自白书，看起来像是留给佐然的。不过正如各位所见，这两份文件都是未录入完毕的状态，尤其是这份电子版的出入库记录，除去封面和目录页，目前可显示的内容都很正常，暂时没有我们想要的东西。反倒是这封自白书有用的东西多一点。按这封信上所说，赵飞的父亲赵平在几年前因突发性器官衰竭而死亡，官方给出的解释是过劳造成了器官病变，但赵飞并不认可这个结果。他私下进行了调查，发现近几年有不少海奥森的员工都出现了身体异常的状况。他认为他的父亲和这些受害者们之所以会生病，是因为在工作中接触了某些有毒物质。赵飞和这些受害者的家属们要求海奥森对此做出回应，甚至把这件事闹上了新闻头条。当然了，海奥森是绝对不会回应任何内容的，他暗地里使了手段，把这件事强压了下去。最后，这些人只能偷偷组织了一个维权小组，在这几年间持续进行斗争。这个互助小组让海奥森不堪其扰，而许平也是看中了这一点，才将快递寄给了赵飞。他认为借助这个小组的力量，可以达到保护自己并曝光海奥森的目的。没错，毕竟许平作为资财部的部长，是最有可能了解违法制药相关内幕的人。他可能是想借此给自己留一个可以和秦山谈条件的把柄，又或者这本身就是他对外求救的行为。毕竟那份快递里，许平寄给赵飞的快递里，除了之前我们看到的出入库记录外，还有一小部分原料样本以及一段说明录像。他在录像中肯定了赵飞关于有毒物质的猜测，并且指出这些有毒物质一直存在于海奥森的生产原料中。另外，许平还叮嘱赵飞，要是自己出了什么意外，就将快递中的东西公之于众。但在许平失踪后，赵飞并没有按照许平的吩咐行事，他借助自己在绿岛酒店任职时的便利，将得到的原料直接投入了秦山的饮食中。所以秦山的急性胃癌是原料中的有毒物质造成的吗？会是 N2X 吗？我记得 N2X 的毒害作用在严重时是有可能对内脏器官造成不可逆损伤的，但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，能确定的 N2X 的毒害作用只有发育迟缓而已。想要证明造成秦山以及海奥森员工异常的有毒物质是 N2X，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事实证据。说起这个，我之前收到了部里对孔莫莉笔记的鉴定结果，上面记录的是海奥森非正常死亡的工人名单，而根据他的调查内容来看，这些非自然死亡的员工一部分是精神突然出现了异常，另一部分则是身体的器官突然出现了急性的病变。但孔莫莉的调查只进行了一半，他就去世了。后续我们可以跟着这个方向继续深入。有这种可能，或许赵飞也和许平一样意识到了什么，却来不及通知我们。他需要优先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，所以他暂时逃离了居住的地方。但他不确定仅凭自己
能不能逃得掉。所以他带走了纸质版的文件，又把关键信息留在了装饰画里。那幅画被换过，是只有你和我才能发现的，这样就能引导我们继续关注他。所以接下来找到赵飞也是我们重要的工作之一了。你说，没错。而且负责秦山的医生提到过，秦山的病情发展得很快，如果不能尽快对海奥森采取行动，我担心他根本撑不到上法庭。那我们要从哪里开始？目前我们每个人手中持有的证据和线索来源和方向应该都不一样，想要最有效率地进行整理，我们需要找到一种能够快速将所有线索串联起来的方法。那么或许我们应该转换一种思路。比如说从结果出发反向寻找线索。